各位嘉宾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值此上海合作组织妇女教育与减贫论坛举,举办之际，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，向各位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。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二十周年，二十年来，各国姐妹秉承上海精神，交流妇女发展的经验。 推动各领域的合作，为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贡献力量。我曾到访上海合作组织多个国家，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女性，她们积极致力于妇女教育与减贫事业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消除贫困。 拥抱幸福是广大妇女共同的理想。中国有句古话：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”接受教育，获得知识和技能，妇女就拥有了摆脱贫困的力量。作为一个母亲，作为每个人生命中的第一任老师，妇女更能把这种力量传递给后代。 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全面胜利，中国亿万妇女彻底摆脱了贫困。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，保障妇女公平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，让他们成为脱贫攻坚的受益者、参与者和贡献者。有国家高度重视。 社会组织积极支持，各界人士无私奉献，妇女教育减贫事业就有了源源动力。在中国贵州省，当地政府实施了“锦绣计划”妇女特色手工产业，对妇女开展培训，带动五十多万名妇女实现居家就业，从事刺绣、蜡染、编织。 等工艺品制作和销售，用巧手创造出锦绣新生活。春雷计划是中国的女童助学公益项目，在这一计划帮助下，三百多万名贫困女童得以完成学业，他们中的许多人长大后成为教师、医生、律师、科研工作者。 用感恩的心反哺社会，持续传递爱的力量。怀着对妇女教育、减贫事业的坚定信念，许多人在默默耕耘、无私奉献。张桂梅女士是一位扎根贫困山区四十多年的人民教师，她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。 倾尽全力帮助近两千名女孩子圆了大学梦，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“张妈妈”。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。当前，全球仍有4.35亿女性生活在贫困之中，教育上的性别差距依然明显。 新冠肺炎疫情使女性减贫面临新的挑战，我们要聚爱成行，久久为功。各位嘉宾、各位朋友，让我们携起手来，有一份热，发一份光，持续深化妇女教育与减贫合作，让教育之光照亮妇女希望之路。 让更多妇女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，让更多家庭收获幸福。谢谢大家。